陈委员好。是，朱会长哈，今天谈我看了两份的报告哈，我们先从金马台澎单一化假期啊，朱委员你知道金门在哪里啊？我知道啊，我去过。我看，但是你知道，但是不重视金门、啊。没有，我去过，去过。啊、马祖哈、哦、在哪里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知道啊，都知道。对。我觉得我们的金门离岛地区，把它单一化假期应该是不难吧？为什么要谈那么久？是，我觉得这个坦白说哈、啊，这个从金门跟马祖来跟本岛的所谓的单一化假哈，我想这个就是为跟不为的问题啦。对呀、啊，是为跟不为的问题。那为不为？对，为不为的问题。为不为？能跟不能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在评估的，为和不为是好，那我们在判断的。请那个张总经理是吧？请张晓东总经理。总经理啊，谢谢各位好。啊，你俩金门哈、哦，如果单一发假期差多少啊？差的很有限。多少多少？差的大概几千万大概。几千？你再说一遍。几千万？有几千万吗？对对对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你再讲一遍，再讲清楚一点。几千万呢、啊？一年呢、啊？一年几千万呢、啊？几千万？对。单一化假期一年几千万？对对对，但我们现在不要用单一化假期这个字哈，1700，就是说，如果说金门打这个本岛，打高雄了，因为金门属于高，金门打高雄，如果以市化计算，马祖以打台北计算，澎湖打台南计算，务丘打台东，这样算的话是几千万。我们离岛是包括金马、澎湖还有兰屿绿岛。金门现在的国民所得不到台湾的70%啊，那长期哦，我说哈、啊，我们所有的政府官高官啊，都说欠金门离岛很多，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小小的事情哦，就像苏主委说，能与不能，那中华电信你真的是这样子？你看现在的手机啊，我说这金门你真的是被边缘化了，我差不多两三个月前止血，到现在还是一样啊。如果收信它只不到一半。金门收讯我们已经尽力在做了，如果哪边尽力嘛，也是哪地方不好对吧？也是能以不能啊。前委员告诉我们去改善，好不好？改善，我两三个月前就告诉你们 NCC， 然后你们就去改善，改善到现在也没有用啊，是能以不能啊。我说你们委员如果提这个涵盖的问题，我们绝对会尽力来做啊、因为金门我自己也去看过，我也每个地方跑过，看到涵盖地区，我都去看过，是很差。这个部分我们再来改善。还有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月的上个月8号。是是是，断线4个小时嘛。了解，对，这个非常抱歉，对，不是用抱歉两个字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彻底检讨。李登辉、陈水扁到马英九，啊、哦，到苏贞昌、谢长廷，到刘兆玄、到吴敦义，哪一个不说抱歉？对金门、对离岛地区的抱歉。可是金门，当我看中央在看待金门啊，你看我们桥不能盖，20年不能盖，现在要盖桥了；大学不能升格，我们现在盖升格要。升格大学了，我们医疗大楼5万6人5、6万人，12亿的大楼医疗设备要做了，大的政策人家都给了，那可是我像小的部分，像处长你在上报告台 ，NCC 我们是不是基本哪个立委是反对 NCC 你们的所有政策啊？好，我们请苏恒主委。你还说人与不人，那你要去监督，要去看，至少落实你要去看吧。是，了解。我们有在遵照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决议，我们有一直在跟中华电信在协商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们也有提出我们的对策，提出我们的相关的案子，然后要求那个看中华电信，我们找到一个能够保护消费者的权益，还有当业者也有一些这个转换单立发期，如果台澎金嘛，他可能要35亿嘛，你刚刚讲到35亿嘛，对，就金门离岛你才几，我看不到超过2000万，才1700多万，是，你们是这样态度。我们怎么支持嘞？我想这个中华电信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哈。坦白说了，你们每不应该是如此嘛？你看，还有再来，你看你们写的东西 ，NCC 写的东西，我多少次，你们说尊重地方，地方要到哪里呀、啊？地方要我们金门跟早期当然是用坐船都到高雄嘛，可是现在有航空，我们都在台北啊。但是你看，你还写的还是一样高雄，所以乡亲他希望到台北。那你们还是写高雄，也是因为中华电信说我们的机房设在高雄。对，我跟委员报告啊，其实1000多万对中华来说，确实是不是个数字。你们真的很离谱了。
我们很乐意来做这件事情。什么时候可以做？嗯，如果说我们账务整个做测试，大概6个月到1年就可以做。你看看我提了多少年，对，还要、这个、还要到半年到一年吗？我要跟委员再报告一下，就是其实问题我们不是说只是把它这个变成台北市内，变成台北市内的话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因为台北市的电话的月租费是比金门月租费要高的。这个哈、哦，对，其实都你们都有一个配套，让我们去选项嘛。对 我们现在就是至少要去做嘛。对，我们现在要提一个选项，就是说如果愿意。用台北画家区的，就是说你要月租费要涨价的话，他自由去选择嘛。对对对，我们完全选择这样子，或选择那至少我们在做。是，如果委员支持这个方向，我们非常乐意这样做，我们可以尽快就来做处理。什么时候可以做？我刚刚讲，我们因为账务测试，我们要正确性必须要。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吗？对，我们尽可能。以前都不做，那只是现在开始说我要半年到一年，那长期97年。甚至我刚才问曹委员啊，84年就开始启动了，到现在我们尽快，如果委员同意我们刚刚提那个方案，就是做个选项的话，如果 NCT 也同意的话，我们希望我们的6个月就完成。我是觉得不用选项啊，你看用最优的来看待金门啊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我们也是这么想，对、啊。我们的离岛地区啊，哎，拼死拼活守护了台湾澎湖。我们如果选委员同意选项，我们马上提出这个方案。啊，什么时候可以提？那什么时候可以做？我们方案，我们因为还要经过程序要核准呢、啊。我们回去，我们在1个礼拜之内，我们就报到 NCC 来。那诸位，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做好？骑乘啊，我要的骑乘啊。是他们报选项来的话，我们会尽快审议的，会尽快审议。因为我想，他们如果提方案，我们还要评估他们方案的可行性，还有最重要就是。按照做所谓的离岛建设条例啊，类似的概念，就是说到底对离岛的消费者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方案啊，权益的东西，我觉得确实要考量哈、啊。所以我想，并不是说他们提到方案就提出了。中华电信，你刚才讲的那个是有一些方，是。我这样，你觉得中华电信不够厚道？我跟委员报告，就是说台北市的电话的月租费是才70块，金门是50块，如果单一画家区，金门也要变成70块。会加20块，所以我们认为加20块呢，对金门所有的老百姓是不合理的。有没有什么配套？所以我们现在选，我们现在提一个方式，就是愿意打台北市的人加20块钱抵通话费。抵通话费。对对对，如果委员觉得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这个方案就报过来。那能不能就50块，就一个，看用什么方式？对，因为你是同一个画家区嘛，同一个画家区，如果你说不同的收费，这个在法院上比较有一些争议了。那20块钱我们是可以抵通话费，就是你有打长途我们就抵掉，也不一定打台北，你打各地我们都可以抵。这个也不通了，这北通了，我叫中华电信承担一点了，好不好？看有什么来突破。是承担一点，我们就是要有，如果说有一个什么法院，我们就好做了，是这样。这是法院吗？对，因为不然的话，那个苏主委有法院，是法院吗？你？我想这是业者怎么样来看他们的营运的问题了啊，然后怎么样看消费者？好，特别是离岛的消费者，我想这个是他们自己可以来自己做评估的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如果就营运模式来讲的话，那他们自己就可以处理了。张总经理啊，你做的总经理，我尴尬讲你今天上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说，金门马祖我绝对马上可以处理，绝对没有。我刚刚已经跟您报过，对1-2千万。而且金门要到台北哦，你不要再给我放在高雄哦，拜托你、啊。这个是。委员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哈，这金门的民众到底要放？我跟你谈一个问题，要再谈那个问个题，哪？对，放台北还放高雄？就放台北。会不会那有些原来打高雄的他又抗议这个问题？没有，我就放台北，不是，当然是多数民意的反应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尊重多数民意吧。好，我们把地方政府就是多数民意来决定。我们把这个方案报到 NCC 去决定好了。当然，这个对我们网络架构是完全不合的了，因为维运上都产生问题。我们所有的金门的海缆都是接到高雄、台南，没有接到台北。我们做单一化区，台澎金马35亿啦，啊，做金门1000万哦，啊，你即卖公当公塞哦，我实在是。我完全不是为了1000多万的问题，我跟委员报告，绝对不是为1000多万的问题。你们把相关的一些配套的，如果是法研，对，就是这些问题比较复杂处理，好不好？一起来研究，跟 NCC 来研究如何促成我们。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理想。对，好，我会后再跟委员请教，谢谢。啊，再来，我们现在哦，为了诈骗集团哦，你那个中华电信也把那个功率数码调低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把什么？功率。对，把功率调低了。那个什么？那个是我们遵照主管机关的指示。哪个主管机关啊？应该是。
应该是 NCC 的啊 NCC 诈骗集团又是你们的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请那个南区处的那个翁处长说明一下好不好？你只是要调低的吗？没有，委婉这边这边不是这样子，因为这是到海峡中线，然后我们已经调回来了，调回来了，对 对, 对。因为现在的那个收讯真的很糟糕，那个收讯不是说你断，你跟着断，我就不讲电话了。可是讲了一半又停掉，然后又那个很离谱的。委员，那个金门确实那个塔后地区的那个，我刚才跟县政府联络过了，应该可以处理。那个收行动电话通信的不良，你现在少少抓一个天线呐、要请那个去召开公听会、说明会了，你有办法装吗？没有，那这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尽量把那个融合环境的景观哦，这一部分没有问题。刚才我跟那个县政府这边，还有那个服务处黄主任这边已经通过电话，那应该没有问题。你没问题，今天一两个月了，没有啦。跟委员抱歉，这个处理的不好。这个功力不能降。好，是诈骗集团是内政部的事，他怎么抓的是他的事。关的不防范，我们会配合内政部整个整体的收信的收信的权益，消费者他有他的权益的。委员讲的很有道理，我们会真的这样的方向来做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现在两岸，我们另外一个报告啊，是两岸那个海底电缆要通了啊、哦。是，苏主委，我希望啊，金厦啊、哦，金门啊，马祖我不晓得哈、哦，马祖了、啊、最好是离岛地区哦，那个漫游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免费啊？您提到金门啊，金门的部分啊，是，就是那个如果建构的连接海底，您是说两岸就是金厦的海缆的建制，对是不是对，建制完成以后啊，是，然后我们那个漫游会啊，可不可以就在金门就免费掉呢？我想那个好像是业者自己来这个思考的，如果业者可以提出来，NCC 来帮我们协调看看，我是乐见其成啊，就是看业者要怎么样来处理这块，因为他们也有建设的成本跟营业，等于说我们的资讯网络这个部分啊。金门离岛也先行了、啊、漫游会像那天那个停话四个小时啊，网路跟我们全部都用中国移动啊，那个停了四个小时，我们用谁的？用对岸的啊，我们只能跑到可以说中国移动的啊，去联络台湾的这些资讯啊、哦、所以如果建构完成啊，我想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看看。好好，谢谢苏主委，谢谢中华电信，拜托你啊。